现在时间7点整。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大家早安。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呢。发哥开讲啊，今天要继续讲啊，宫本武藏的剑和他的思想。宫本武藏的剑甲伊的思想啊，宫本武藏啊，被电影和小说神化成啊。好像是不得了的剑客，但是宫本武藏当然是不得了的剑客，但是他的思想不是你想的，他不是一个武夫而已啊，他同时在各门的艺术上面，甚至在思想上面，他有很深的一个国学的思想啊，他的剑和他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果你不了解宫本武藏的思想，不了解宫本武藏真正的啊内涵，那你就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去学宫本武藏的二天一流的剑法的时候，刚开始是从基本的一些剑招脚步开始练习，到后来你到了3-4段以后呢，老师要教你的就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比较接近于哲学的思维，剑的道理和人生的道理了。所以为什么叫做剑道而不只是剑法啊？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上个礼拜讲到啊，宫本武藏参加了1600年的官员会战以后失踪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在出现的时候就在京都出现，而且第一个对象就是挑战当时京都的第一名家家多是东西，你不能修多呢，修多里面上有名的剑道场就是吉冈道场。吉冈道场的主人翁啊，馆主啊，吉冈青十郎啊，是将军家的剑术指导，是名门的名剑士啊。但是在宫本武藏第一次和他挑战的过程里面呢，3-2下就把吉冈青十郎击倒了。这件事情当然整个京都都震动起来，那么吉冈道场感到呢非常的羞辱，竟然被个默默无名的小辈叫做这个宫本武藏啊，把这个道馆的馆长给击倒了。这个馆长的弟弟叫做吉冈传十郎啊，他的剑法比他哥哥还高啊，所以他非常的不服气啊，他哥哥被宫本武藏用木剑一剑就击倒，而且变成重伤啊，这个已经变成京都的笑话，如果不把那个名声讨回来，吉冈道场就在京都就没办法再开下去了。所以他向啊宫本武藏提出了决斗的要求了，他说这次呢不要用木刀了，我们就用实际的刀了，一决生死啊。那么当然啦，这个宫本武藏就答应了。当时呢在幕府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幕府的时代，你要立生死状了，官方立生死状你才能够决斗，不是随便人和人就可以决斗，决斗官方取缔以外，如果你是私下决斗的还可以判刑，甚至判到死刑呢。所以呢双方在官方立下文书以后呢，真的约一天呢用真刀决斗分个生死啊。好，后来他们怎么样的决斗呢？发哥啊，昨天讲到这里了啊，今天还是要特别呼吁大家呢，疫情期间大家不要跑来跑去呢，啊，能够把这个疫情能够锻炼呢，早一天压制下来，
然后呢，现在疫苗陆陆续续的来，陆陆续续的打，从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到警察人员，按照这个需要呢，和民众接触的情况，像有一些清洁队啊，有一些消防队啊，他们的职业会和群众接触不可了，当然就要先保护他们，保护他们，让我们的医疗能量不会因为他们这些医务人员得到武汉肺炎的崩溃嘛。另外也不会因为清洁队每天出来收垃圾和这个每家家户丢垃圾的人接触而传染到别人嘛。消防队、警察这些，他才有办法保持社会的治安的这样的状况嘛。其实他们都得到保护，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保护了。再慢慢的再有疫苗进来，恐怕就会接着会去选择一些60岁以上有慢性病的这些老人，如果可以施打的话，老人会优先嘛。类似这个都是我们要很冷静的依照中央疫情中心的安排来按部就班来施打疫苗，这个才能够这场战争呢才能够平息下来。现在每一个地方的县市长很多都是为了作秀，为了政治的想法，随便讲一讲，胡说八道，他就非要捣蛋，让中央的疫情的处理呢更加困难。我是觉得这些人的心态呢，他居心叵测了。花哥讲个难听的，等他家里的人插管，他就知道了。他这样搞，对他有一点好处都没有了。不但对他家没有好处，对全民呢都是一团乱糟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心不要太浮动，所以花哥才要讲宫本武藏。宫本武藏到后面我会讲到宫本武藏和日本的几个禅学的大师、出家的大和尚，他都有非常深的深交，所以呢宫本武藏在禅学上、佛学上的修养是很高的，所以写到他的这本书《五轮书》里面，他讲到了兵法、讲到剑法的时候，都在谈佛学的道理，这是一个很深的东西啊。发哥会用最简单你听了就明白的方法讲给你听啊。好，在这段期间你居家期间，如果你要简单的饮食，发哥呢介绍你呢发哥女儿从法国进口的普罗旺斯法国的橄榄油，如果你需要呢，请你打0910-699-087的0910-699-087，你找个吴小姐。如果你需要一个黑咖啡，好，在家里能够喝喝咖啡，听听音乐，放松心情。黑咖啡，尤其北大武山我们这里产的黑咖啡，因为它现在又不能营业，所以呢，它的咖啡烘焙好了，我们帮他忙，也帮自己的忙。好的高山黑咖啡呢，对你降血压、降血糖，维持身体的健康，提振你的精神，帮忙很大。如果你要这个黑咖啡，北大武山在1100海拔1100公尺种的有名的台湾五大名咖啡之一，你就打0983-4683560983-468356找吴太太你要订橄榄油也可以找他，没关系的。好，那么回来讲宫本武藏、宫本武宗跟吉冈传十郎的决斗呢，是以真剑来比武啊。真剑比武的时候呢，宫本武藏在和吉冈亲十郎，就是他的馆主决斗的时候呢，他才领悟到呢，在一刹那领悟到什么，领悟到双刀流的手法，就是左手拿这个长剑，左手拿短刀，像打擂鼓一样的打个不停，轮流交替打了，这才是一个新的一种剑法的领悟啊。他和吉冈亲十郎之间的决斗呢，他把吉冈亲十郎打倒，在那一刹那他领悟到两只手各拿一把剑呢，轮流像打鼓一样轮流击出呢，让他绵延不断了，然后长刀是阴，短刀是阳，阴阳交替啊，长刀是日，短刀是月，日月交替啊，这种哲学思想和剑法呢，他突然领悟了。所以当他和这个吉冈传七郎，就是亲十郎的弟弟，这个剑法最高明，比他哥哥还更高明的人，正剑决斗的时候呢，当宫本武藏把两把刀抽出来，一长一短，吉冈传七郎呢吓了一大跳，他没看过这种刀法，面对拿着双刀的这个宫本武藏，而且展开的两只双手呢，他无法猜测宫本武藏会是长刀先砍过来还是短刀先刺过来，所以呢他
一下子注意到他的长刀，一下子要注意到他的短刀。而宫本武藏刀是非常的镇定的处理这样的一个新的刀法。所以当那个传七郎还在那边传不过来，还想不过来的时候，宫本武藏就已经非常压制性的姿态呢，一步一步靠近他了。宫本武藏啊，到后来在他的五轮书里面讲到，在他的剑法里面没有手势的剑法，他所有的剑法就是攻击攻击再攻击，即便是对方的刀砍过来的时候，他在挡的时候也是攻击，他的剑法没有手势的剑法。宫本武藏说，我的剑法全部是攻势的剑法，我的剑法里面也没有耍花招的，也没有跳跃的，也没有翻跟斗的，也没有把刀还过来拿的，他说这些全部是花招，和剑没有关系。他说我所有的剑，就是当我把剑士摆出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对方击败。如果是真刀决斗，就只有一个念头，所有的想法就是把他杀死。所以呢，他没有别的任何的招数，也没有任何的这些想法，他的念头里面就是把对方击败。所以当传七郎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呢，宫本武藏冲过来呢，长刀短刀呢轮替呢，一下就把传七郎砍倒在地上了，而且是一刀杀死。这个吉冈道长呢看了吓了一大跳啊，等到这个宫本武藏把对方砍倒的时候，他们还在愣在当地啊，要包围过来的时候，宫本武藏已经跑走了。宫本武藏不会蛮勇的在那边等着被人家十几个人包围来打了。那么吉冈道场到最后还是不服气啊，所有的弟子呢，他的传七郎被杀死了，所有吉冈道场的弟子，这些弟子有些在官府当官了，有些已经是官府的武士啊，最后讲啊，再和这个宫本武藏决斗了。这次呢，由这个青十郎的这馆长的儿子才几岁大呢，才七八岁大的孩子呢，来挂名向这宫本武藏挑战呢，约在一胜寺啊，一胜是一二三四的一，胜是加减乘法的乘，那个字是破音字，叫一胜寺，约在那里决斗。如果你不敢来，就表示你宫本武藏啊，你是害怕了，走了，吉冈道场就可以捡回一条面子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呢，在现场埋伏了十几个高手，一二十个高手在那边呢，我看你宫本武藏有多厉害，我十几个人对付你一个人，你一定不敢来，你不敢来，我们吉冈道场就勉强可以拿回一个面子，说宫本武藏不敢来，我们用一个小孩子让他挑战呢，他们不敢来，宫本武藏溜走了。如果宫本武藏敢来，我们就十几个高手围杀你一个，我不相信你宫本武藏有多厉害。所以他们两面都想，宫本武藏不来便罢，来我们就用一群人把他包围，把他杀死。如果他不能来，吉冈道场也能够捡回最后的面子呢，因为在一胜寺决斗，结果是决斗的时间在清晨五六点多。那么传七郎不是这个吉冈道场派出来的小孩子，在两个武士的护卫之下呢，天还没有亮，就在一胜寺的这个庙的前面的一棵大松树下坐在那边等宫本武藏来。旁边呢就已经埋伏了十几个人，等宫本武藏真的来的时候，在沿路上围攻截杀呢，不让他逃得出去了。大家想他不可能来，宫本武藏不可能来，他再厉害也抵不过我们吉冈道场这个将军家剑术的这高手十几个人吧。所以天慢慢的亮起来，大家想，你看他果然不敢来了，开始有点松懈了。但是谁都做梦都没有办法想到，其实宫本武藏在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把前一天晚上就把一胜寺附近的地形看过一遍，要从哪里跑走，要从哪里突击都想好了。所以当他们在松懈的时候呢，其实宫本武藏在天黑以前就已经躲在那棵大松树的上面一动也不动了。等到天一亮的时候，他从那个松树上跳下来，一刀就把那个挂名要和他决斗的吉冈家的最小的孩子呢，一刀就把他杀死了。那护卫他的小孩子呢，一看到
这个五脏跳下来挥刀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通知那个小孩了，这小孩应声就被砍倒，旁边人赶快围过来呢，结果宫本武藏一刀一个，一刀一个呢，边跑边回击呢，把他们十几个弟子全部都砍倒在地上。好，这里面呢，在宫本武藏的五轮书里面，他有特别讲到一个章节，讲到说呢，一个人对着一群人的剑客的决斗的秘诀，他说一个人对一群人的决斗呢，和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决斗是同一件事情呢，就是没有人听过这样说法吧。他说呢，一个人对面对所有的人的时候，宫本武藏在五轮书里面讲一句话，你就要心里想着一条鲨鱼面对所有的其他的鱼类的围攻的时候，鲨鱼的做法是什么？鲨鱼的做法是把这一群人里面呢，像鲨鱼把那个鱼群赶在一起的，把那一群这个要围攻你的人赶在一个地方啊，也就是在他的眼中不是只有一个。面对一群人的时候，你要看这个地形啊，太阳啊不能够，你不能面对正对太阳，你要背对太阳。这个地形如果没办法找到那个太阳，是你可以背对太阳，最起码要让太阳从右边照过来。这为什么？因为这样呢，你才不会阳光刺激对方呢，眼睛睁不开。第二个，你要把对方尽量呢，像鲨鱼一样赶到一个他没有办法后退或没有时间看后退的地方。譬如说旁边一个小山丘，小山丘背后他没有办法去用眼睛背后去看，就把他赶到小山丘的旁边。如果在室内，就把他一直逼到哪里呢？逼到那个门槛的旁边。如果是地形复杂的地方呢，就把对方呢用剑的气势呢，其中一个人把他逼到哪里去呢？逼到那个角落里面，地形不平的地方，他容易绊倒的地方。一群人围攻你的时候，当你对着一个人双刀冲进去的时候，他会后退，后退他阵法就乱了。阵法乱的时候呢，你不要想到防守，你只有攻击，那一刹那就要攻击，怎么攻击呢？那休克就慢等了。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呢。发哥这几天讲宫本武藏啊，宫本武藏的剑和他的思想。好，在一胜式的决斗，宫本武藏就发挥了全让全日本啊这个剑术界吓一跳的大事。他一个人对杀十几人，把对方十几个人通通杀死。后来在五轮书里面，宫本武藏把这场的经验在写在五轮书的剑术里面，他说当你一个人对付一群人来围杀你的时候，有几个原则。第一个，你采取的背景的地理你要非常就了解，如果有太阳你就背对太阳，如果没有办法背对太阳，顶多让太阳光从右边照射过来。如果是晚上，你要背对夜光，或者是背对如果有人点灯，室外的灯，你要背对那个光源，你要背对那个灯，这样啊才能够看清对方。而对方啊要看你的时候，他的眼睛会被光线刺激的。第二个呢，你要分清地势，你要把一群人呢像鲨鱼攻击一群鱼一样，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是一条鲨鱼，你这个鲨鱼不是被鱼群围攻，而是你鲨鱼呢围攻这一群人的某一个角落，让那个角落人害怕呢，退向另外一个地方去。退向一个地方去的，往往发生什么问题？往往发生，你要做事要冲向另一个人的，那个人一退呢，这十几个人的脚步有的是互相会绊倒，最起码会互相挤在一起，使得他刀使不开来。第三个原则是，你一定要把第一个冲上来的人，对着你冲上来的人，一剑就要砍倒他，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你没有办法把第一个冲上来的人一剑砍倒，后面呢跟续冲上来的人，你会没有办法应付。如果第一个对着你冲上来的人，你一剑就把他砍倒，后面那个人就会迟疑。当他迟疑的时候，你就冲上去，也第二个把他一剑砍倒。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呢，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以为呢，你和一群人决斗呢，你要找那个剑术最弱的人先出手。宫本武藏说不是这样，当一群人和你决斗的时候，你很快的就能够判断哪一个两个是真正的高手。你要瞄准那真正的高手呢，你表面上是向弱者冲去，一转身呢就要转向那个最高的高手呢，第一个时间就要把这个高手解决掉。当一个他们武术最强的高手被你解决掉的时候，其他人就会胆寒了，胆寒一后退啊，有的时候自己摔倒，有的时候就绊到别人。正在这个时候正是乱的时候，你就像要狼冲入到羊群里面一样。当他在慌乱互相搅绊到脚，还有挤在一堆，他的长剑没有办法发挥的时候，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剑一个一剑一个全部把他逐一把他消灭，边移动边消灭。那把对方逼的地方呢，一定你要看清楚那个地势，要把对方鲨鱼赶鱼群一样赶到一个他不容易移动的地方，譬如说石头很多的地方，譬如说在河边的话就把他逼到水里面去，或者是泥淖的话最好就是把他们逼到泥淖里面去。这个就是一对多的战术了。他说呢，如果你是个冷静的高手呢，你一个人对一个人和一个人对十个人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么宫本武藏的五轮书呢，为什么叫兵法书？他说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决斗，一个人对十个人的决斗，你想想看，当你是一个将军的时候，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用一千人的军队呢打倒对方一万人的军队，原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宫本武藏在这个五轮书里面谈到这样的兵法呢，他就成为不是剑术了，那叫做兵法了。兵法就是带领，你是一个将军带领一个军队去打另外一群军队，以少数精锐的军队去打垮比你多一倍两倍甚至三倍四倍的军队，和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决斗，和一个人对十个人的决斗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五轮书呢，他很多地方啊，他的哲学他的实战的经验告诉你，如果你是真正练过剑的人，那一刹那你就懂了他为什么能够镇定的把吉康道场的十几个要围杀他的剑客呢，逐一通通杀光。打败了吉康道场的事情以后呢，整个京都就震动了，整个京都震动了，宫本武藏呢势必就没有办法在京都待下去，因为整个京都还是，虽然他们的馆主被杀死了啊，他馆主的弟弟呢禅七郎也被杀死了。宫本武藏最被议论的是他在一胜式决斗的时候，把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就是他们吉冈家的代表人第三代人，也把他杀死了。这个引起非常多人的愤怒，他说决斗是剑客对剑客，你怎么可以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也把他杀死呢？武藏啊透过朋友回答说，既然是挂着帅旗当主帅，就没有小孩子和大人的差别了。当你把一个小孩子捧出来当一个决斗的主帅的时候，他就是主帅，他几岁都不是问题。所以兵法里面会因为两军对阵的时候呢，因为对方的主帅是十几岁的小孩或十岁的小孩，你就不打败他吗？你们要捧一个小孩子来当主帅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想到这样的组织这样的兵法是脆弱的。你现在来怪我武藏，我武藏和你决斗用生死决斗，我当然唯一的目的就是打败你啊！我不是要杀死孩子，而是我杀死一个主帅，让你整个阵法乱掉。这个是武藏的看法，和京都的传统那些，京都是一个文风啊讲气质风格的地方啊，他们没有听说过一个高明的剑客连十岁的小孩子都把他砍倒这样的事情呢，他觉得这个太野蛮了。但是武藏告诉他们说，战争就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此呢，宫本武藏这件事情灭了吉冈家呢，杀死了一个孩子呢，这件事情被一般练剑的人都无法忍受啊，大家都要找他算账啊，变成除了吉冈家以外，连旁边有一些武术名家都看不习惯宫本武藏这种做法，也没有办法接受宫本武藏这种说法。宫本武藏就离开了京都呢，离开了京都呢，就到北方的几个县呢去流浪。
那么在这个流浪里面，宫本武藏打败了吉冈家以后，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击败了另外一个全国知名的高手。这个高手呢，是用长枪的宝藏院的应龙。宝藏院呢，它是以前在幕府的时代啊，有一些寺庙。宝藏院呢，就像中国的少林寺这样，它是呢，因为这个住持应龙啊，赵匡胤的应。龙是荣耀的龙，他是被号称为全日本啊第一的用枪高手，用长枪长矛的高手。所以呢，宫本武藏去向他请教一下，看看用武士刀对长枪到底是如何。但是应龙这个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所以应龙说呢，我很愿意呢看看你的刀法啦，我也很愿意让你看见识见识我们宝藏院的长枪啊。但是我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就派我最厉害的弟子呢和你比武呢，代表我和你比武。这场比武呢，宝藏院的应龙是从来没有敌手的，即便是他的弟子呢也还没有碰到敌手。但是这场比武呢，宫本武藏竟然用的双刀流的剑法，二天的刀法呢，竟然把应龙的弟子打败了。打败以后，应龙也非常的高兴，说见识到天下第一的高手了。应龙说呢，在我所知道的剑道的高手里面，我碰过的剑术高手里面，大概只有你和柳生中举家的儿子呢，柳生十兵卫呢，应该可称为天下第一的。但是到底你们两个谁才是第一呢？我不晓得了。那这句话当然留下来了，就让宝藏啊，站在宫本武藏啊一生一生啊想要找一找柳生家的新英流的头子呢，柳生中举，或者是他的儿子柳生十兵卫，比一比看看谁才是天下第一的。电影里面呢，当然都一直描述呢，宫本武藏在找人家决斗的过程里面，都想寻找变成天下第一的。其实这是对宫本武藏觉得完全不了解的想法，这是小说家编的。宫本武藏想要去理解的找很多人比武的原则，他不是要变天下第一，而是要遍历全日本的各种不同的剑法刀法里面呢，去学习去了解呢，到底某个派系的兵法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然后再和他们对峙的时候，完成自己对兵法的修炼呢，终于能够哪一天能够领悟整个兵法的奥秘呢，能把这些奥秘呢写成一本书传给下一代呢做一个参考。这才是宫本武藏真正的意识和他的想法。所以宫本武藏四处去流浪啊，找各种不同的高手比武去领略呢，他和每一个高手领略决斗的过程里面的这些领悟的事情呢，都后来都写在五轮书这本书里面。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宫本武藏一共和全日本的武术高手，各派的高手呢，有过60次的比武。有些是像这个和传七郎的比武呢，是生死决斗，用真剑真实决斗，有些是用木刀啊，来做一个比武，适可而止的比武，有些是生死决斗了。在60个决斗的过程里面，他唯一打成平手的是他在伊贺的途中碰到了日本呢、棍术用长棍齐眉棍的大师呢，叫做梦想全之助了。梦想天下的梦想，全之助呢是权力的权，知乎者也的知，帮助的助。梦想全之助被称为日本呢使用齐眉棍的棍法的天下第一了。在60场宫本武藏后来的和人家决斗的过程里面，唯一打成平手的就和这个棍术大师呢梦想全之助打成平手，剩下的都是胜利了。更有名的一场决斗呢，也是生死决斗呢，是碰到了一个锁链锁的高手了。这个电影里面经常演这一段了。这锁链锁的高手呢，他是右手拿着链锤，这个链锤有一个铁链连接的左边的一个镰刀呢，他都是这个梅轩呢，这个高手呢，他都用这个锁链的那个铁锤呢
在绕行着呢，把它抛掷出去呢，不是瞄准了对方的头部，把一锤就把对方的头部把它丢出去的锤把它击碎呢，就是丢出去呢，对方要用剑去挡的时候，这个锁链就会把对方的武士刀缠住呢，然后再冲上去用左边的镰刀把对方杀死。宫本武藏啊，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他要和哪一个人决斗的对手，他一定要先把对方弄清楚他的刀法是什么，他用的武器是什么。宫本武藏都弄清楚了以后才和对方决斗，而决斗的地点宫本武藏一定是要非常理解他要决斗的地点的地形是怎么样，地势是怎么样。他和这个锁链手的高手梅轩的决斗有名的是，宫本武藏本来就是习惯用两把刀啊，一把长刀一把短刀啊，但有的时候呢，用长刀用短刀并不是他所谓二天的称呼的来源。他二天呢是一种哲学，认为用剑呢有阴和阳，有日和月，所以宫本武藏啊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用双剑，平常他只用单剑。因为这个锁链手知道说宫本武藏都是用双剑，但是出来和他决斗这是为什么是用单剑呢？当这个锁链手的梅轩呢把这个锁链丢出去呢，缠住这个宫本武藏的长刀的时候呢，宫本武藏是退到水边去呢，梅轩就认为说呢，你这把唯一的长剑呢被我缠住了，你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宫本武藏另外一把短剑是早就安排好放在水里面了。当这个锁链手把他缠住的时候呢，把他长剑缠住的时候呢，宫本武藏弯身呢就从浴场的水里面那把短剑拿出来冲向前呢，当这个梅轩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一刀往从他脖子上劈下，一刀就把梅轩给解决了。这里面就印证到武藏所讲的，作为一个武术的决斗，没有既定的花样，没有既定的步伐，没有既定的一定的道路，要看环境而变，事实而变。他说作为一个武士要了解各种武器的特征，如果你只会用一种武器而其他的武器完全都不一窍不通的话，你是无法成为一个兵法家的。他把梅轩杀死更加的让全日本都震动起来。到后来武藏离开了这个地方呢，京都也待不下去了，他往哪里去呢？他往九州去了。他人生的剑术的最高潮是在九州完成的。在这九州他又碰到了哪一些高手，让他对剑法上面有什么更深的了悟呢？今天讲不完了，明天感谢时间，再见，拜拜。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